从居家修缮到工业上的使用，接着剂扮演着微小却重要的角色。而孙总经理以自身的化工背景，带领团队在接着剂的领域默默奋斗40余年，研发出各种接着剂产品。公司从197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其实这40几年来，我们是一点一滴的在成长。这40几年来，接着剂的演变非常的大。早期我们可能看到白胶、强力胶，现在你看1-2000种了，光我们公司就2000多种。我们有一半以上都跟客户技术合作，就专门为某些大厂他们来做他们用的胶。团队为了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研发出不同功能的接着剂，可依照使用的情况应用于各种环境及材质。公司生产高科技专业工艺用胶种类众多，在2006年通过 ISO 9001认证，同时产品也通过欧盟 ROS SGS UL 检测，符合各行各业的需求，有专业的研发团队，有快速的开发能力及客制化的服务，同时可依照客户的需求做到快速开发、测试、生产、报告规范及生产包装、运送一条龙服务。公司的接着剂呢，生产和研发都是在台湾。那接着剂属于一种民生化学，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技能性的中间材，它可以部分的取代螺丝和铁钉，让接着的材质更加的广泛。比如说像是你要求气密、要求断热、抗震、导电、导热，那这都可以去制作出适材适所的一个接着剂。孙总经理带领团队研发的接着剂曾荣获国家建筑金质奖的肯定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国家品质玉山奖等殊荣，并拥有多项研发专利，产品备受各界好评。在2011年取得绿建材标章，台湾外墙填缝液胶的部分是业界第一个通过 GBN 绿建材标章的认证。2021年荣获第18届国家玉山最佳产品的首奖，同时拥有国内外30多个商标及多项专利。不断提升产品功能及应用之外，也和国内外共同开发有机接着剂，提高外墙安全性，降低瓷砖掉落风险，并与大学合作，定期举办研讨会及进行长期的实验计划。MS 系列接着剂是台湾第一支拿到绿建材标章的填缝剂。那我们与国外技术合作，和台湾的大专院校一起成立一个外墙瓷砖张贴工法的研究会。那我们有在北科大主办一个研讨会，那还有在台湾盖了2个户外的风雨实验场。我们会有一个期长20年的一个工法追踪计划。除了专注于各项接着剂的研发之外，也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譬如在尖石乡种植了500棵的块木、萧楠、牛樟等深根类乔木，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力，并在母校淡江大学成立奖学金，带头鼓励校友回馈学校，奖励学弟妹。2022年的新计划是节能，那希望是开发 LED UV 光固化接着剂，去取代传统的水银汞灯。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地球的节能减碳更尽一份心力。未来呢，也希望可以跟各行各业一起研究开发一些创新的技术，如医疗用的接着剂，希望可以制作出对人类、对生物、对环境都更友善的一个接着剂。我们以品质为开始，我们以技术来设厂，然后我们以服务客户为一个最终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目的。团队始终秉持初心，期望能在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企业理念之下，继续研发出更多产品来服务社会大众。最健康的接着剂，三